我从小生长在那座山城，每天上学前我都看见黑姑，她生下来老师就有病，父亲过世后生活日复一日没得任何变化。直到那天早上，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些不同寻常的声音。哪个来得远噻？来呀，哪个怕哪个？前面我最远，哼，明明是我最远。哎，来了个女娃儿的，走，打你。是啥子？给我。你要啥子？是啥呀？你要啥子？给我。你要啥子？给我趴了，一刀煮猪脚，你们啥子？干啥子？快走！笑死你！旁边你走下边。哎，有话吗？干啥子？妈！莫怕，急诊室在哪里？无真呐，你个没事看老婆的惹祸包，如果老二在早知道你气死了。那老二是让你气死来的嘛？打人不能打娃儿。你给我乖点哈，回家我再收拾你。疼不疼？你莫怪他，妈妈都是刀子嘴豆腐心。哎，护士姐姐，你可以把口罩取一下不？原来是秦佳慧大疯子，对不起，佳慧姐姐，我们小娃儿都晓得你，你是绝对最最好看的人。给你拿了书包做家庭作业。你啷个找到我家的？一问都晓得了，正常了，明天可以出院了。不懂可以问我哈。
腰带是不是做的好才嘛？新药皮子，牙膏皮子，拿来卖钱。已经倒拐了，不要跟我对到起干，不然伤口长得不好，还要留伤疤，听到没得？睡觉。走个路都不清洁。即使在七十年代末，我们的生活也很贫乏，买肉、买煤、买菜都要票，连最爱吃的海椒也很金贵，不敢多放。哎，王德兴呢？来，耶，耶，早起了。哎，老胖，太阳从西头出来了，这么早啊？哎，那不是老七的龟儿吗？雨打十八遍，大孙子。老胖，来，大妹你来。今天那个天气真的很好。哎，老胖还可以啊，走起。嗯，那可以，拉得你皮。崔亮亮，哎，三亮，哈，进来坐嘛。哎，月票多五分钱喽。自从他的日本妈妈回国了后啊，老秦不孩子把那个女儿拉扯大，好不容易哟。一样的，一样的。崔亮亮，哎，两个二两小面，要得。哎，要不？不用了。明天晚上。谢谢了。闺婿儿都是乖，好像是五八年吧，五九年的事。我看到他们一家人分开，哎，摩根呐，小家伙儿，家伙儿，谢谢。你笑一下嘛，你笑，花儿也会笑。真的耶。回去嘛。找野花，是不是在外面找野男子？哟，下回今天又挨打了。大哥，不要打。那你不得？你说些啥？下个腿。我也不可以有点闲事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给我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。南哥，这刚刚的筷子我要还给你的。嗯，乖。龙马小面的面好好吃哟、哦，给我也吃一口，给我吃一口。我的呀。
过来了。王哥。咋啦？你来换一个游戏吧。今天刚刚收了电报，一批货运在路上。嗯，到时候还是去拿一点。芳芳辛苦了，我们市里头啊待会儿会演水运修理厂，要争取得奖哦。放心吧吴队长，我们绝对得奖。那个，你把我那个拿手的走起嘛。那个搅屎棍，我好歹是那个宣传队的队长噻。啥子狗屁队长，在那点儿四个人都来听我杠过的。听你的，不，你看哈你，你穿那个啥子喇叭裤，二流子才穿。吴队长，是不是当时要求我们参加宣传队？吴队长，听到没得？要得，都参加嘛。嫂子果然是个大分子，刚哥好福气啊！嫂子唱个歌嘛。嫂子来一个。小花儿唱一首《红孩子》。来一个噻。都是你妈妈教你唱的啊，哥。哎呦，我太想听了。快点儿，来一个嘛。我给大家唱首歌，助个兴。红孩子哈。嘉慧儿，今天那首歌唱得很好，改天你叫芳芳唱一下嘛。要得，刚哥，我最喜欢唱歌了。回去，给我补袖子。
龟儿子放的石头真哇！想不到刚哥还会在石阶上翻跟头说，好好看哦！小孩我上。听说刚哥昨晚上摔了一跤，喊他们老二去给他整一下。嗨，你又不是不晓得他们两个的关系。哎，2块钱要不要？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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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帮你啥？不要。2碗3两，快点。要得。天棒，你骗他老公是有命超哥呀？我又不信他。你坐海了干啥去了？你又不晓得说。刚哥讲是那个小子儿整他的。送面，我每天都去给秦伯伯送面。妈妈说，他以前是吃麦穗饭的人，要我尊敬他。秦伯伯，秦伯伯吃面了。谢谢秦伯伯。那个时候我不太明白，为啥子他不跟家儿回姐姐说话，而对我们也很少说话。大秦，大秦，面脱了都不好吃了哟。那个脏衣服带来没得嘛？崔亮亮，你啷个了？我腰痛。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做的事？为啥子要惹刚哥？我问你，哪敢他欺负你嘛？他都打你了，还要去找那个芳芳？我就是想收拾他。这是个娃儿，我不管。我最喜欢那天你唱的《红孩子》，你唱的最好。我妈妈原先在幼儿园当老师，我和爸爸想她的时候，就站在那儿听那些娃儿唱歌。我们每会儿吃饭都要给妈妈多摆一双筷子。我真的好想妈妈。爸爸原先在大学里头教书，他不愿意和妈妈离婚，都放弃了工作，后头就开始在街上修孩子。其实我很喜欢秦伯伯，好像跟他那个船都走了哦，但是我舍不得爸爸，也舍不得刚哥。刚哥想离婚，你很高兴，
好怪的。以前我下班的时候，医院门口经常都有男的来找我麻烦，欺负我。有一会儿刚哥看到了，都帮我收拾了那些人。你不了解刚哥。那你们都结婚了呀？他妈那会儿一直都不同意我们两个的事，后头都把他撵出来了。刚哥真的帮扶了我和爸爸，他真的不容易。我不想离婚，除了爸爸，我都只有他能够一个亲人了。小二姐姐，你还有一个亲人，都是我。我发誓，我可以保护你一百年不变。一百年，我都老死了。你那么小，你还需要人保护哎？你相信我嘛？好像月光不是。月光是，嗯，他是啥子人？他呀，他小小年纪，穿到一身红衣，骑到枣红色的马，黑夜里头，月光之下，肩不平时，都拔刀相助。有一会儿，他救了一个误入魔穴的小女儿。但是小女儿因为失去了双亲，都不想活了。他都带小女儿去看月光下的江水，月光下开放的花朵。后头，小女儿都改变了心意。我喜欢月光不是？那是小时候妈妈给我讲的故事。来，上来。小家伙儿，不要管我的事，听话哈。嗯。你回家整人好不好？你要气死我啊！打人不能打我的。哪个问他？我是你妈，我打人。黄金棍儿想出好人。耶！慢点，慢点，你打了，我也能够打你们。算了。你说啥子啊？刚刚把手机给砸了，砸了面罐。过去，冲啥子热？你看啥子看？我刚才干手去了，你赶紧去给我道歉。算了。哎，小明哥，你到哪儿去哦？哎，他没理我们呢。老公，看一下。钱你们看看，没的嘛，是吧？刚哥，师妹，小声点，不要出事儿了。有呀。有，刚哥，你看，这是哪个哈巴娃儿来了哟？杨刚吗？昨儿晚上的事情是我做的。你不该欺负佳慧儿姐，你不该砸我妈的面馆儿。有种哦，敢直呼老子大名！原来你这个臭崽儿不是来道歉的。看哈，你的杰作。你该遭噻。哎，你这个小下巴，你啥子都不带都敢来哟？我带了我的尊严。你也太豪爽了吧！我瞧不起你。你在找死！快回去，回找你家伙姐姐吃奶去。龙哥来了，龙哥，龙哥来了。我记得那一天，两个混混头子为了抢煤炭打了起来。给我拦刀切，往上走。没事的，快走。打他们！打他们！打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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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强子，啥老板？你看，船都抛了。天！你抢了我的生意！你一个九龙坡的小虾皮，建筑工地的小头头，敢跟我市中心的爷们儿闹，你是不是贱？康哥，英雄不问出处，这里你不懂，下辈子还是个下地的。要不要有大？思路开。没太买到闲份上，风险大得很，找不到啥子皮钱。二八看，你那里才的噻，那个跳舞的王大姐芳芳看上了刚哥，要他离婚。那莫打岔，秦家不二吃药了。说得明白的嘛，这个邻居把他送到医院去了。哎呦，千万不要让老秦晓得了哈。哎，姐姐，你带我去看下佳文姐姐嘛。不得行啊。好，我求你了，你带我去看。小明儿。你不要操心他哈。好。还不是你害的他，臭崽的，给老子爬开！我要当月光武士，来打一架嘛！哎，那点没得月光，只有日光灯。不要别乱凶我你！小军啥子啊？听干净，听到没得？听干净。你笑起来真的丑。莫打岔，不然老子去面馆修理你妈！听干净。小子嘞，把口水吞掉。哎，做啥子？哎，做啥子？跟你没关系的。我们这儿有病。哎呀，还有雷子。你干脆整死我算了。我先收拾你的家伙姐姐。你保证再也不用他。你给老子舔！我不，我来，我舔得比他干净。家伙儿，回去休息嘛。那个臭崽儿给我找麻烦，我得收拾他。你走。你说啥子？那是我上班的地方。
你再到我这里！我给你理。好爽，离婚老子可以说，你个臭婆娘不得行！杨干妈，打死个鬼！打死个鬼！进来，火把，你个狠心肝烂萝卜，他拿我的肩膀，你敢打我？你老汉全好人哈，那个生出你那个烂撒网儿子，你早晚要是枪子。你莫要说我老汉啊！你有本事欺负小娃儿嘞，你跑啥子跑？你以后再敢打我娃儿嘞，老子跟你拼了！抓他！走！活该，自作。小龙子儿，我晓得是你。你给我等到我从里面出来！刚哥刚才在医院找了人，肯定要找管鸡圈噻。真小点儿，他丈人就在上头。火炮，我感觉你长高了哎。妈。你今天真的好勇敢啊，你就像我的月光武士。月光武士是啥子哦？你不要说，我懂我懂。哦，你怕是在博懂装懂哦。哎，都是你的保护神那个意思。其实你妈不哈，如果受过好的教育的话，那是当大学教授的了。我要当大学教授的了。小二姐姐，月光武士，我想把那个故事画完。走了，小二姐。我是苏燕，那天你为我打破了头，我看到你进了医院，我就离开了，我不敢逃课，对不起。没事。我跟我舅舅说了，我想请你吃饭，这周礼拜我放学，我在学校门口等你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，答应我们，快点，跟上去。小明哥，不要吵。喂，你们跟到我做啥子？明哥，你敢和刚哥打架，我小妹就跟定你了。我罗小芳从今以后也跟定你了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上海的大白兔呢？他在咋的？你也在呀？刚哥今天出来，要给他打个牙祭，煮回锅肉。哎，
开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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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饭了，快回来！我告诉你，告诉你，好的，好的，麻烦。谁要？谁要？先吃个饭。告诉我。我见到七彩灯。我见到。老秦，你的信。老秦，日本来信了吧？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下班接你哈。走了，嫂子。夏文姐姐，我妈妈来信了，我们要去日本了。只要快点嘛！哎妈！我去死吧！和我在一起吗？我想起，也想以后拢离过去。从前有几个人拢错过？恰好你妈妈家里条件不错，我想有一天光宗耀祖，衣锦还乡。我不稀罕子弹。李总，我们一刀两断。哪个都不准说啊！我碰到你妈了，他妈气一张脸。哎，我今儿逃学了，你肯定看不起我。人凑到还是快。赶快去嘞！
我喜欢。大哥天天都来接我下班，还给我做鱼圈做麻婆豆腐。你看那件风衣，我一直都想要，他都偷偷喊裁缝给我做了。刚哥他变好了该。下个礼拜三晚上那个时候我们在那边见，我有东西送给你。晓得。火炮回来了。哦，小文姐姐，其实我特别高兴你能去日本，因为你会幸福。过来。你以后再逃学我都打我自己，听到没得？妈，我错了。坐到，吃饭。妈，我再也不逃学了。你不要打你个人吗？是吗？你们看，拿过来了。老秦，哎，来来坐。好看，那是我那辈子穿过的最好看最安逸的孩子了。老秦，谢谢你哈。哦，好多钱。一直受你照顾，举手之劳不算建议。晓得。你晓不晓得？太突然了。你晓不晓得？昨天晚上老七走了，明天出殡了。妈。羡慕。
嫉妒恨呐、只见你戴着礼帽，穿着西装，杵着手杖，一双皮鞋色，真真亮。哎呀，小明，坐。小敏，我晓得老秦最喜欢你。我耳朵小孩子，老秦一分钱都没收我。爸爸喊我把那些书送给你。小文姐姐，那个做鞋的箱子可以送给我不？爸爸也是那个意思，十几年了，终于开口和我说话了。那十多年我们说的话都在里头了。你好吧，爸爸是你的月光武士，月光武士会保护你的。我才齐妹妹，她不想跟你说话，是她的心很痛。昨儿晚上的时候她没跟我说齐妹妹走了，我在想以后我的孩子有没有人不，我的弹弓还有没有人修？是爸爸的孩子。你看我吧，我爸爸已经走了十年了，我天天哭了，那点都安逸了。小茹姐，其实那天我是骗你的，我不想你去日本，你去了，你都把我搞忘了。我不得把你搞忘。不哭了。小文姐，那你答应我件事吧，你去了日本一定要记到我的名字。奇怪，给他给姐姐看。熊儿子小子，放开，让他等等。那天
红孩子的歌送给秦伯伯。黑锅也来了，他说那双孩子是他给的，要他带走。二姐，我买了花椒和海椒，带到日本去给妈妈煮小面。哦，我昨天梦到秦伯伯跟你一起去。喝水。嗯。我身上太脏了，我冲个澡哈。那个佳文姐姐，你屋头有淋浴啊？刚刚装的凤凰水管，都会像澡堂子那么洗。啊。小明儿。嗯。窗台上有盆我种的花，待会儿带去走哈。哎。小明儿。啊。帮我拿下墙上那根粉色的毛巾。佳慧姐，佳慧姐，那我先走了哈，喝点姜片钱，忙了忘了哟。要得。你们记到去，把那件事情办了。放心吧，老大。啥子？说啥嘞？佳慧姐姐，你在哪点儿？佳慧姐姐，敢约我大姑娘的女人，老子佩服，佩服你啊！你那些二流子想歪了？哪个二流子？你再说一遍嘞？
男同志，站住！往那里跑！哎呦，给我！月亮不好，应该是大海样子。给力，给力！拉起，来来。你们俩想拉我？那个哈巴尔不要嘴角，够不着。哈巴尔，亲家伙儿，让哥来见你。人家是要出轨享福的人。滚！啊、你们走开！三，我再来，喂，一。河边去捡他，还是有野瘾啊！我那辈子望子成龙，想让你有点出息，我是不是痴心妄想啊？哎，妈，你听我，滚蛋，滚蛋！这什么好人？什么样的吧？啊，走。小王到达京都已经一个月了，一切在适应中。五年问同事们好。佳慧儿。嗯。小王姐，我可以把佳慧姐的地址抄一下不？地址我有，留个明信片给你嘛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我搞完了。除了指甲刀，家伙姐姐一锅子都没给我留。我给家伙姐姐写信，告诉她我们这儿的情况，借生者钱买贵机邮票，结果全是查无此人的推进。我感觉他把我忘记了。贝贝不在了，佳儿和姐姐也音讯全无。我想念他们，经常到青贝贝家浇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佳儿和姐姐真的把我忘记了。
你说儿子豆小米儿，那个我的女儿妹妹。哦，妹妹，娘娘好。哎，重庆大学毕业的。我儿子也是大学毕业，在医院是药剂师，学医的在哪点都吃得香。他还自学了日语，现在停薪留职在做生意。你看嘛，他开了三家老妈小面馆，两家老妈火锅馆。那他早都是那条街的万元户了哦。那开的啥子车呀？我儿子喜欢奥拓，爬山爬得快噻。奥拓呀，重庆车的嘛。咋子嘛？我比重庆车丢人了？那你还是重庆人呢。哎呀，你个娃儿到底是啷个了嘛？一天到晚马起个脸。妈，你莫操心了。我不操心。亮亮好。来，亮亮坐到是。亮亮坐。嗯。亮亮，我以前是住到那边肉店那条街的娃儿嘞。哦，你跟小妹是一个小学的啊？哎，但是我要比她小一个年级。啊。豆小米儿，记性恁个撇嗦？我是苏燕儿，小时候你因为我脑壳遭别个打破了，还住了院。原来是你哦。啊，我听说你妈妈在给你找对象，我今天都过来了。都是不晓得刁钻古怪的豆小米儿看不看得起平平常常的我哟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你变化好大哦。变漂亮啦。他们上画画课了，赶紧出门了。一点五块钱，快点出孩子嘛！要不要我给你穿嘛？我不想去。乖，快点，快点。爪子，来过来。阿姨今晚有点事，那个一会儿我们包饺子，哪个去接娃儿呢？我去嘛。算了，我过去。每天都是那个样子。你可以过得不一样啊。哎呀，煮啥子嘛，明天都是他的生日，你听妈的啊，让到点儿你老婆好不好？你动作好像老秦哦，过去的都让他过去了。
西塘，西塘哥，当小明儿，我百度了，写的还好吗？你啷个乱翻我的东西？因为我在找原因啊，我在想为啥子我们两口子没得以前好了。那是我小时候写的信，都是推进，惨不吃人。那为啥子还都留到来？我是那样长大的，我跟你讲过，和他和秦北北的事。今天学校组织我们看到日本电影《追捕》，我连眨眼都不敢，我不想错过里面任何一个镜头，因为那是日本，因为你在那点儿。窦小明儿，为啥子你永远那么一成不变啊？我们合起来，一起去深圳发展，要不要得？两口子开一公司，才会影响感情。你强势，我只能让到你。我收入也不错，读读书，陪陪娃儿和妈妈，就是孩子。我们不差卖孩子的钱。你有这个时间去浪费，为啥子不可以跟我一起先做点大事情？你和我在不同的轨道上。确实是两个，我是有野心，但是我的野心也很简单，就是想看到外边这些江边吊脚楼变成一栋栋的高楼大厦。你有啥子权利打我的心？因为我要在你心里头彻底清除秦家货。时间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啊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喂。我要从深圳飞北京，去申请小康住宅示范区证。这一周你送他们上手。他们需要妈妈的陪伴，我们得找个事情聊一会儿。聊啥子嘛？你说的，你跟我在不同的轨道上的嘛？爸爸，我要再和妈妈吵架了吗？这儿清明人都多了，
哎，请等一会儿。下回见。我每年都在那天来看爸爸。小妹儿，你长大了，变得好高了。你还是原来的样子哦。我一周都是二十年。爸爸的坟前居然有鲜花，一根杂草都没得。看坟人说每年都是恁个的。爸爸的学校给他平反了，我想亲自来给他说。学校找不到我，直到我联系他们才晓得。你今天啥子安排？我想请你，请你和广告吃顿饭。我是一个人回来的，明天晚上一起晚饭嘛。吃了，那是老妈小面的味道。我本来明天都要走的，没想到碰到你了。你妈妈好吗？当年她回日本过后，父母都安排她结了婚，后头离婚了，三年前出车祸走了。那刚哥呢？他对你好吗？好啊。月光无事，我小时候专门为你画的。没想到你把那个故事画完了，我很喜欢。佳慧姐，我那时的事也没有变，你应该得到幸福。好大的雨，好像二十年前你来帮我拿行李那天儿。
不是他。喂，你啷个晓得我在里头？是刚哥，小妹儿，晚安。杨刚帮，你不是在日本吗？头仔嘞，那个贱货跟你吃饭，把你高兴惨了哈。可怜你写了那么多信，都是我退的。我这呀，以前完整的，我是个小娃噻。现在你好大了。有种，明枪明刀干！哎呦，长成这么狗样了哈！老子在日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但是老子不缺钱。老子做二手衣服运回重庆卖，老子还是人上人，兄弟伙一大帮。还有你那个。家伙姐姐，她都是喜欢找老子强暴的。一个畜生！去！老子不干！去！去！你再上家伙姐一根毫毛，我就老张心脏一起算。行不通了，龙哥今天竞标江北最热，好几个亿的工程，拿到了块地皮，把芳芳叫过来庆祝，都是带给你面子。刚哥，你个修房子的，为啥子嘛？有钱都是主，你们都哈巴狗一样的跟在那个小龙渣的后头，他跟芳芳啥子关系啊？龙嫂，刚哥，这么多年没见。在小日本混得绝对风生水起嘛，啊，对，我看你也不像是哈，一身便宜货，你过去还说啥子？过去。听说刚哥在日本背过尸体，后来一直吃软饭。刚哥，你要在重庆找工作，就找我们龙哥，他现在有钱为止。龙哥。刚哥刚从日本回来。老友家，
握紧双手吧，紧紧地握，让你怎知的手臂温暖我的手。大概有你这个底儿哈，每个月还可以聚一下。今天下午我碰到钢哥，他姐姐不让他进门，他是个败家，知道吗？活该，他还好意思跑到我们老街来。听说你们元庆在城市手头过得不错哟，哼，别吹了。哎，你吹啥子？哎呦，现在是聚一次少一次。你好，请问秦家慧儿住在哪个房间？你找她做啥子？我是她的亲戚，我给她送点东西。哦，麻烦你给我一个信封哈。青青，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要和我说啥子哦？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老婆，你。是不是大惊喜？生日快乐！你啷个来了？一身酒气。小崽儿，我没见过，你没跟他说哈？
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我的老婆生日快乐，祝我的老婆生日快乐。吃嘛，过生要吃蛋糕。打开吗？佳慧姐姐带上。那个指甲刀一定有来头，讲一下嘛。你真想听？在一号家有一个名叫爸爸的少年，你妈妈相依为命。有一天，遭人打破了头，进医院了。福斯姐姐对他非常好，给他洗手、剪指甲。待他如亲人。好故事啊，好故事。那天晚上在酒店，你们上床了没？你那天晚上打电话给我，是不是就在重庆？小嘎巴，你过分了。晓得嘞，好耍。哎，我给你出个题，你要说出哪个是真的，答对了我都走人。听好，一，我在蛋糕里放了点东西。给孩儿你们两个会不小的反应。二，我趁人之美退出。当然第二条是真的，答案错。你疯了，你瞎赌。逗你玩嘞，怕了？你晓得当年我为啥子不去江边接你了吗？我晓得，晓得个屁哟！你给我滚！啊！亲家伙儿，
我为了你，我失去了我的一切，你没得良心。那些事情你不能怪我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那我成全你们两个，不过也得拿出点马力。有本事朝我来！你耗尽了你在我心头最后的一点感情，陈总，你的朋友全身只有左手轻微骨折，很幸运。都变了，佳慧姐。24年前，我在那边的绞死的你，当时我以为我死了。你要活得好好的。你真的在意我吗？除了我的父母，你是那个世界上我最在意的人。我该走了。佳慧姐，答应我留下来。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走到起看。请问七号房间啷个没人接电话？对不起，客人已经退房了。先生您贵姓？免贵，姓窦。有份客人给你请。谢谢啊。小家伙儿，其实昨天生日约你吃饭，就是要和你再见。好多年了。你一直是我的月光武士，保护我，守护我的心灵。好多年，我为别人活，成为男人的一部分。现在，我得为自己活，我必须是我自己的月光武士。我知道你很受伤，很迷茫。我早该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梦。可是我没有，对不起，小家伙，忘了我，振作起来，做回你自己。妈，你喊我来做啥子嘛？苏燕儿今天从武汉坐船回来，所以我喊你过来。她昨天晚上在电话里头说。还是想和你分开，我觉得你们两个缘分还没有尽呢。家伙还好吗？他走了。哪个晓得将来你们还会不会遇得到呀？林爷最近到小面馆来了吗？我昨天晚上在江边还看到了他。林爷，他早死了的嘛。我们那点养窝的人又不止他一个。你在这儿等苏燕哈，妈先走了。小燕，我爸爸要乖点哈。啷个见到我不高兴？不是，恰恰相反。玲玲跟何何跟我讲，爸爸做的孩子他们两个很喜欢。你还是很本事嘛，真的把孩子做出来了。娃儿些又不得说假话。你剪了短发，很适合你哦。我好像见过你这件衣服，是去大宁河的船上吧？你好像换了一个人。是你才像换了一个人。以前我穿啥子衣服你也不关心，
头发是啥子样子你也不晓得。我还以为我在你心里头是个隐形人。我更关心内心，我们不太像同一类人。其实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吗？请听我唱那哀唱